你好，老板，这个糕点是怎么卖呀？还是十二一斤。哦，所有都是十二块钱吗？对对对，所有都是十二一斤。带回去我可以给你一样装一个，哎，满满当当的一盒，花不了100块钱。嗯，可以，那你给我装吧。行行行，那我就给你装了啊。嗯，行。你像这个呢，你们小年轻吃的拿破仑，这个和葡糕，这个提拉米苏，然后这个青乳酪。好吃哦，还有乳酪，对，嗯，然后呢，这个虎皮卷儿，哎，那半熟芝士，哇，效果非常好。这个有点熟哎，嗯，熟。哎，这个呢，蛋月烧，挑好看的，哎，蓝莓卷儿啊，这蓝莓卷我也想要，老板。想要你先可以装一个吧。好，那这个老北京的糖火烧好吃，麻酱的红糖做的，那这自来红丰收饼。然后呢，我们家的拿手的这个蛋黄酥，嗯，这是那个果酱盒杂粮饼，哎，也要给你装一个。这个麦香酥山楂的，嗯，这呢，豆沙棒、凤梨酥、菊花酥，也要给你整一个吧。真的好多呀！这枣夹核桃，嗯，枣泥酥条，这个呢，状元饼系列呢。你装个枣泥方酥、山楂锅盔，哎，椰子饼、绿豆饼，这山楂锅盔也好吃。这老式的萨琪玛，这个呢红糖玛，然后再给你装一个这个菊花酥，这老北京的金拔酱，哦，菊花酥，哎，这是灵魂。那再给你像这个呢，这个呢鲜绿豆糕、豌豆黄，嗯，哎。给你装一个爱窝窝，那驴打滚儿，那玫瑰酥皮儿黑芝麻，玫瑰，然后这个呢叫板栗小饼，嗯，哎，这山楂小饼，哎，这黑麦的枣肉包，然后这个呢果肉山楂的，哦，果肉的。哎，凤梨方酥好吃，嗯，然后这个呢，放这个吧，蛋黄酥皮儿好吃。好，这里面是鸭蛋黄，嗯，啊，这个呢，什锦火烧，嗯，牛舌饼，都说我们家牛舌饼好，你可以，这个你可以尝一个。好的。嗯，一吃叫你垂涎欲滴，这个老式的椒盐牛舌，嗯。这个提浆月饼给你装一个吧，好吃。好，还有甜甜圈呀。那荞麦饼呢？甜甜圈嘛，那就装甜甜圈嘛。好的。再补充点就完了。这荞麦饼呢？这个塑料盒啊。红枣条、枣泥酥条。你不塑料盒吗？板栗饼。里面的礼盒装出来。这奶酪葡萄好吃。好的。那就是它吧，好吧。老板，你们这样卖不会亏吗？哎呦，薄利多销嘛，对吧？这买卖不错，咱们互相那个什么。好的，嗯，满满当当，不超过90块钱。好的，那我去称一下斤。行行行，看看啊，你看才78啊。嗯，谢谢老板。不客气不客气，应该的，必须的。